一个3.3寸的平板能干什么呢？不说你不知道。行动剧院真的成真，联想新平板内建投影设备，最长距离可以达到2公尺，画面最大能放到50寸，看电影没问题，秀照片当然也是小 case。 贴心的小设计，支撑架上还多了吊挂的孔位，不过18000的价格适合重度使用者。像这种轻巧的小平板最适合我们女生使用哦。皮夹般的外形充满设计感，7寸平板对女生来说放入包包刚刚好，适合轻度玩家。不过民众选平板最在意的还是价格。应该是价格吧，因为我还是学生，所以可能太贵了就无法就是那种就畅痛快的买下去一下。5颜6色机壳是宏基新推的7寸平板，性能不差，但价格只要3000多，是资讯月最便宜的新平板。厂商杀红眼，意外让消费者捡到便宜。三立新闻林富华中台报道。